今天何光去又换了一身新衣服啊，看上去年轻了10岁啊。对面有几个大妈不知道在干嘛，老是偷看我们。杰哥牛逼，穿着一条裤衩到处乱跑，搞得那些大妈都不好意思了。这个大妈他们收工了，回家了。我也该起床了，现在把这个东西收拾一下。我是凡凡，后面这一块草地是我们三个人昨晚的露营地。今天阳光太强烈了，杰哥和我去跑到那个树下面去躲阴了。现在我也去躲一下，还是他们聪明啊。看一下杰哥悠闲悠哉的躺在这个帐篷里面。这一边是荷花群，也是悠哉悠哉的，完全不想走了。我的话在这里找一块空地，躺一下，先躺一会儿，等一下吃完剩菜剩饭就去下一个地方。凉风习习，非常凉爽。先眯一会儿，养足精神，好吃饭。吃一碗1200分钟前做的这个剩菜剩饭，然后就继续赶路了。洗一下吧。何国姐她也饿了。饿了。她也过来吃一碗。对呀。他喜欢那个烧糊的锅巴，黑乎乎的，很喜欢吃，吃饱就行。现在杰哥吃完饭了，每一次他吃饭都是第一个吃完的，然后是第二个是和我姐，第三个是我。郭姐，这里还有饭，要不要？啊？咱刚才烧钱有饭往外翻吗？还有一点。这里全部吃了。把那个黑乎乎的锅巴搞出来吃掉。现在我们继续赶路了，首先呢就是何花姐去拿个快递。今天的事情比较多啊，首先是何花姐拿快递，等到下午3点才拿到，然后就是杰哥拍证件照，拍着拍着人不见了。现在何花姐归队了，但是杰哥又不见了，现在我们去找杰哥。找到杰哥了，原来在这里。照相，照相照了没有啊？照好了。啊，拿走吧。好好。那今天我们去滨海县。和杰哥还是打鸡血一样了，骑得飞快，我都追不上他们了。他们的爆发力是很强，但是持久性不怎么强，我的话持久性比他们强一点。杰哥他那个导航可以显示那个速度的，我去问一下这个速度有多快。现在我们速度多快呀？27了。这么快的速度了，27了，28了，看能不能达到30啊？但是要注意安全哦。有了吗？这么猛啊，今天！哇，踩得飞快，小心前面，注意安全。现在我们超前面那辆电动车，它的速度至少达到20多码了，我们一达到30码才能超过它呀。超过了，超过了。
一下今天的速度啊，骑了12公里，平均速度24公里每小时。对啊，刚才25了，这块停下来了。太猛了，今天是我们骑的最快的一天了，一口气骑了12公里啊。罗姐，刚刚我们订了一个酒店。啊，杰哥说那个酒店那个股东啊，是杰哥的朋友啊。啊，这回升级了，住酒店不住宾馆、啊。对对，住酒店。叫锦朵酒店。啊。锦朵酒店。那个酒店只要90块钱，很便宜的。这么便宜啊？比那个宾馆还便宜呢。所以。对啊，所以今天我们住酒店了。越来越高档了，我感觉。来到滨海新城了，现在我们来到了预定的酒店，就是这里了。在这里住一个晚上才89块钱，现在已经拿到房卡了，然后登记好了，准备入住了。今天晚上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呀，刚好这个太阳又下山了，我们这个点掐得非常好。哇，这个酒店不错。这个酒店应该是我们住的最好的一个酒店了。哇，真不错。嗯，挺宽敞，挺干净。这里还有一张桌子，可以在这里吃饭。在这做饭也可以。在外面的话，最主要还是要干净、卫生。